拿一张正方形纸，对折，打开，再对折，打开对角线对折，另一个对角线对折，跟折千纸鹤的前面步骤是一样的。拿出一个角，向中间三分之一的位置折出尾巴。折出另一个尾巴。把鱼贴在纸上。画出眼镜和花纹。眼镜是大海的颜色，天水河阴阳光洒满大地，太阳、月亮、星星是我们的挂历。同样的方法，再做出几条鱼。画上不同的花纹，这里的彩虹它永远不会凋谢，海里画上泡泡，装饰上水草，幸福对齐，白云与海浪在那里汇集，你宽阔的胸怀包容城市的吵闹，用生命延续着大自然的美妙。完成，带着孩子一起玩吧。